现在下大雪耶！ Yeah, 我从来没有看过下雪啊！真正拄到落雪啊！全程上山赏雪的游客，每一个是非常欢喜。今年是过来赶带小朋友来看到下雪飘下来，对啊，真的看到了，特别赶行程，专门赶上来。对啊，小雪啊也不错啊，可是比去年啊，值得吗？值得。对，很好玩。开心吗？开心。为什么开心？因为可以玩雪。玩雪啊？有没有看到下雪？有。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赏雪，打雪仗是耍甲真趣味。某一挂游客伫车头用雪，对一尊雪人赏雪以外，嘛体验一世人头一摆拄到落雪惊喜。我在堆雪人，要带回家做纪念。嗯。一次来玩。对啊。啊，是专程上来还是？对啊，专程。看新闻有下雪，所以就来了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哦，好棒哦。为什么？哎，第一次看到雪这么多，很感动。嗯，跟你一样，第一次看到雪。对。对，看到这样真正下起雪来，第一次。这位台中来过先生，在合欢山顶搬起了萨克斯风，关山搬下去已经真无简单，啊，都爱冒着不时吹来强风甲大雪。不过，伊认为感觉是非常的赞。因为高山气压比较大，那空气比较稀薄，那吹这个其实需要有一些肺活量，所以在高山上吹真的比较累。看有没有很有，蛮有 feel 的。哪一种？哪一种 feel？ 爽。合欢山今仔日溪头的气温上悬嘛只有零度左右，山区一片白茫茫，强风不时陪伴着白雪不断飘来，就算是涂骹积雪澹骨骨，游客同款是耍甲真快乐。我们昨天晚上到现在嘞，很滑，真的很滑。那、啊、好不好玩？好玩啊，有飘雪，有飘雪。那值得吗？值得。合欢山伫每年新春降下了第一场雪，透早五点半开始，维持大约半点钟久。武岭甲合欢山庄地区积雪有三公分到五公分高，警方实施交通管制，车辆必须挂铁链啊，再当前往合欢山庄。目前的积雪状况哦，从这个武岭到松雪的之间哦，有积雪大概三到五公分哦。那因为啊，昆阳到武岭之间哦，因为有地面上还有稍许的积雪，大概有一公分左右哦。那我们现在从武岭那边就开始要绑雪链才能上山哦。因为寒流继续发威，气象局预告明仔载雨会落了更加大，合欢山也是可能会继续落雪。警方呼吁游客上山一定要遵守交通管制措施，同时准备充足厚衫裤，避免发生无必要的意外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